这样看着我好像没穿衣服，我其实穿了。我的状态就是底妆我已经上好了，眉毛我也已经画好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画眼睛的部分。一上来呢，我们需要用到的是 Morphe 的 35OM 这一个眼影盘。首先呢，选取一个橘棕色打在眼头的前三分之一处，然后呢再进行一下晕染。之后选取一个棕色打在眼尾的后三分之一处，并且把它晕染自然，在下眼尾的位置呢也打上一点，然后选择一个浅棕色在整个眼皮位置上进行晕染，把刚才的边界晕染自然。然后呢，选取下面的一个深棕色，加深一下后眼尾的位置。之后用 Tom Ford 01号 Golden Mink 的这个金色亮片打在眼球的正中央。腮红呢，用的是 Tom Ford 的这个蜜桃色的腮红，轻轻地打在颧骨上方，然后画鼻影用的是 MAC 的 Omega 鼻影神器。下面要用到的呢是 Physicians Formula 的 Butter Bronzer， 这一款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个修容，把它少量多次的打在我们觉得需要修饰的地方。高光使用的是贝卡的高光，色号是 Moonstone， 打在颧骨的位置。唇膏选择的是纪梵希的禁忌之吻16号，这是一支很有特点的唇膏，它看上去是黑色的，但是擦在唇上呢是有一点淡淡的暗黑色的那种感觉。好，那这个妆容呢就完成了，非常简单吧。那我们就下支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